把 C 位给你，你往中间坐一下吧。来，我们往中间坐一下。来，好的，好的。哇塞，等一下姐姐没有你了啊，没关系，没关系，我们共同分享。好的，好的，好的。来，很开心你能过来呀，玉言。因为我也是经常看你的节目，在电视上。什么节目呢？也是你的粉丝吧？也是你的粉丝，对不对？看你的各种比赛呀，对吧？而且你歌是什么？而且你是这样的，你的本人比上镜还要美，很美很美。对对对。然后今天也是刚赶回北京吗？嗯，对。然后工作也很忙，是不是？还行，其实不是特别的忙。很开心你能来给我们助力这个多彩贵州的这个直播公益。应该的嘛。我觉得是这样的，主场交给你了，好不好？好啊，主场交给你了，好吧？对，然后我们今天呢是以贵州的这个为主题，然后玉言肯定去没去过贵州啊？我好像没有去过，没有去过。但是我知道贵州很美，贵州的景色都很美。对对对，贵州有很多很多美的，像黄果树瀑布啊，什么千户苗寨啊，这些，对吧？都很好。然后那是这样，我觉得就是像贵州的很多美景的地方，你有没有比较熟悉的，可以先跟大家聊两句，然后我把主场交给你了，好不好？好你来，因为太多喜欢你的了，看太多喜欢你的了，各种看见了吗？都是预言的粉丝，我们现在直播间6.1万人在看你啊，谢谢。对，六点跟大家打一个招呼吧。好，Hello， 大家好，这里是预言，然后很开心今天可以来到这个直播间，然后我们接下来我们要介绍贵州的美景，对不对？好，谢谢。接下来我们要介绍贵州的美景，对不对？往中间坐。对。对呀，我让你坐在中间呢。验出来了。对，我让你坐在中间呢，没有关系。就是我们今天是这样的，我们今天是一个带货为主题的，但是其实我们也是一场公益活动，就也要跟大家互动嘛。对，除了我们要给大家就是贵州的一些好物给大家推一推，对吧？让钱货出山，然后其实也是一件公益的事情，对，所以大家就随意互相聊一下 ，OK 的。这个木耳摆在这里是啊，木耳啊。你想吃是吧？没有，就是好奇为什么会有木耳摆。因为我们卖啊，贵州特产，贵州特产。哦、我们今天是卖的，对，你看，就是已经泡好的，泡好的，对，它是整袋是什么样的？来把那个袋的木耳拿过来。它的贵州的这个木耳很出名，因为木耳的话，它是生长在一些就高山区。因为我看这个木耳好像很大朵，是不是？这个木耳好像跟我平时做饭熟的木耳不太一样。你这样，我给你拿着，你可以这样说。对，这样大家能看，就是不太一样，因为我以前做饭用的木耳可能都是比较薄 的是吧？比较薄的，然后会黑一些是吧？然后比较小的，对，小，然后可能泡一段时间就会碎了。嗯，但是这个感觉好像没有。对，然后因为我们贵州的这个就是，其实它叫芋耳。然后它不是那么黑，然后因为不是黑木耳就好，它是这种有一点灰褐色的，哦、对，然后也是生长在这个山里。因为我平时自己做饭嘛，所以我对这些方面比较感兴趣。这个很好，也比较了解，对吧？然后那这个木耳，那要不然我们把这个把预言喜欢的木耳给大家炸一波吧，好不好？好的，直播间10万人了，现在不是。不是炸福利哦，对不起，我们给大家炸了，我不是聊炸福利聊的啊，给大家炸福利没关系，好，很好，对，我们就要这种氛围是吧？来，玉言今天好不容易过来的话，那我们他又看中了这碗木耳，那我们就把这碗木耳给你的粉丝们来上一波，好吧？好的，后台链接做好呗。对，来后台准备好啊，然后来我们看一下这个木耳本身是这样的。本身是这样的，然后其实它是一小一，它是干木耳，是这种，哦，就是可以泡发，很方便的。对，就是泡发。其实它泡这么多，其实它才只是一小坨。所以大家要买回去要小心了，就是不要一袋子全都泡掉，那可能就是啊、那就泡一盆了。对，可能一个礼拜一盆就是木耳了。对对对，然后它是那种就是高原气候种植的，然后它也没有那种多污染的。对，你看一下，它就是这样一包，平时就你看它写着的，你可以给大家给粉丝们看一下，高原上面写是高原1300米以上，对，云贵高原1300米以上的。而且就是你可能也经常吃木耳，我也喜欢吃木耳，木耳是很健康的。我再配料包
配料表里就只是木耳。对，它就是木耳，然后但是木耳有很多种吃法嘛。是的，要不给粉丝上一波？上一波，我们先给粉丝上一波，好不好？好，我们先给预言的粉丝宝宝们上一波啊，开一波福利，好不好？然后这个木耳呢，平时我们卖的话要89块钱，今天在直播间，我们预言直接给大家倒计时吧，好吧？交给你给大家上架，好不好？好，来，交给你了，我们倒计时5秒钟，行不行？好啊，倒计时5秒钟啊，给大家上架，来来，五，准备好，倒计时来，五、四、三、二、一，上一下啊，怎么了？我好像倒错了，没有，你是四三二一，对啊，对呀、啊，你写弄成1、2、3、4、5了是吗？来给大家开掉，告诉大家直播价格是你给了多少？直播价格红色的，这个是直播价格，红色的是写上面写的49，对，49米。来，预言给大家开红色的这个绿色的这个木耳啊，49米，然后泡完了之后就是。这种的，因为其实木耳来讲的话，平时吃着还是非常的健康的。然后我只记得我以前拍戏的时候，可能有的时候拍戏的时候会用到烟饼，就是那种放在现场的，或者有的时候可能拍着火的戏，然后就会现场会有很多的烟雾，然后就我们都会吃，就大量的吃木耳，然后对，然后去清，嗯。木耳就是对身体也还对，是对身体很好的。对，然后你知道，就是有的小孩子也吃木耳，然后我女儿她就会吃木耳炒肉啊什么，因为对身体就、啊、木耳有很多很多的做法，凉拌啊、炒啊都可以，包括熬粥啊什么的都可以。是，好，那我们再来下一个，下一个。你看，我想想，我看上哪个？来波秒杀吧，1块钱秒杀送福利，咱给粉丝整个1块钱了。对，来你看看这个，你看没看上？酸汤，这个是酸汤酸汤粉，贵州的特产。对，哦，我知道，我有看见过，在我微博上看到过这个，是吧？酸汤粉，所以这一盒就1块钱了。你想吗？你觉得呢？我觉得1块钱，那它有几份呢？你想要多少份呢？我们这样，我给你点建议，你来选行不行？好，我给你建议100份、300份、500份、800份，你选。1000份也可以，那可是他不赔钱了，就1块钱，没关系啊，赔钱啊，为了你，为了贵州可以赔啊，我们就是公益做活动，对，那就越多越好呗。那我们给预言这边上1000单，好不好？好，然后来，宝宝们，我们这边啊，预言 okay, 预言要给大家上1000单的这个一元福利，南山婆的这个酸汤粉很出名的，我们给大家上，好吧？我们跟大家上，我们还是让大家抓紧时间抢。你来倒计时，我们预言来倒计时10秒钟，好不好？好，来运营，倒计时10秒钟， okay. 你给粉丝开一下，好吧？10秒钟，来，10、9、8、7、6、5、4、3、2、1，开了，眼界以上，开了是吧？赶紧抢哦！1000个，你上了1000个，哎上，哇塞，你看热卖，一下子量吗？一下卖出去，直接给预言的粉丝安排3000单。天哪、啊，我的天哪，给你安排了3000单。偏手术假吗？这个原价是多少啊？19.9。原价19.9一个，原价19.9一个，对，非常的值得。对，就是因为它其实它的那相当于是便宜了18.9，对吧？对呀、啊。对啊，19.9，因为他平时的话就是即使你做活动也是大概是12块钱左右，做活动、都抢到了吗？是的，都抢到了哈，这是预言给大家带来的福利啊，预言女神给大家带来的福利，来吧，你看我们给过年了，我们上个礼盒好不好？这是什么礼盒？看一下，柴姨妈，柴姨妈，来，我们把你喜欢的木耳往这边放一下啊。我们把你喜欢的木耳往这边挪一下，来，预言，你先给大家展示一下这个，我哪把你挡上了？你看，把它给挡上了，看见了吗？哦，这个是那个啊、哦，我知道这个，这是那个，你给大家往外拿一下，这个是零食吧？对，你给大家往外拿一下，这个叫柴到福也到大礼盒。我看啊，这个是桃酥类的，是不是？对，酥饼就是酥饼类的小吃，我们过年的时候必备的。在家里过年必备吃这个啊，摆在盘子里呗。对啊，就打开摆在盘子里，也很好吃，然后也很有面儿。那也挺好的，而且家里的老人，我感觉这个就是牙口不好也可以吃。对，就很酥嘛。这么多，里面都是礼盒啊，一整盒。礼盒，
所以这里面有这么多、嗯、对，来吧，平时卖188的，来你给你的，你给你的宝宝们一个个拿出来，来，不是，主要是这里面真的太多了，等一下，哎呀，三个，来吧，四个，五个，哎呀，六个，来，我帮你松动松动，来，我的天哪，七个，八个，九个，哇塞，十个，像变魔术一样，我的天哪，对呀、啊，哎，它这个盒里能装那么多，对，我们有十份，我的天哪，你看，给大家看一下。有十份，真的很多，有十份，就是十份。刚才你拿的，你这样拿的就是十份。你看，所以如果要是买到手，也是里面会有这么多。对，对的，对，所见即所得。来，没事儿，我挡住没关系，不要挡住你的盛世美颜就好了。对，来，你看一下，多吧？多。然后平时我们的零售价格是188。对。那今天呢？那么今天的价格是多少呢？预言来吧，你来了，你就说吧。我觉得是这样的，预言来了之后，我们过百的，如果给过百，肯定是不地道，对吧？嗯，对不对？给预言的粉丝肯定是要怎么能过百呢？就是呢，对吧？粉丝给你的粉丝一定是价格很划算的，好吧？嗯、然后我们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直接给大家开掉算了，好吧？好嘞，好的。我们直接给大家开掉算，因为今天我们是公益直播嘛，嗯、就没那么多套路。取一个吉利的数字吧。取一个吉利的数字吧。我想一想，我觉得是这样，嗯，因为快过年了嘛，那我们就。那我自己就定了这个价格喽，这可以让他自己定，对不对？可以，你就自己定这个价格，没有关系。那我就88吧。哇，别的，88就是八，吉利的数字，好吧？那我们就88，买到手的是十个。来，你给大家装一下啊，你数，我装进去，对。先上架，上架了吧？链接上了，大家赶紧去拍啊！一个，两个，来，三个，太多了，我的妈呀！平手数，开始啊！五个，六个，七个，我的天，装不下了。八个，这玩益智游戏。对，装不下了。九个，十个，然后这个你可以跟大家说一下它是啥，就咱还没跟大家说它是啥呢，就是它是这种各种酥饼啥的。哦，就是秦三酥，它就是差不多跟饼干差不多，单盒到手88。但是它的配料表里面没有添加防腐剂，还有一些其他的软化剂，还有色素之类的东西，这些都很。你要尝一下吗？我要尝一下，吃。那我们就干杯了。我们吃一个，对，我们吃一个。它里面是这种，可以给粉丝展示一下。里面是这种，好香啊，好香是吧？嗯。然后它里面是这种，看了吗？它里面是这个这样的，尝一口啊。嗯，很软糯，然后这种软酥的，所以你刚才说的特别好，是老人也能吃。嗯，对，是吧？嗯，因为你也挺能感受得到。嗯。我不行，不敢吃，一会儿笑的时候嘴上有东西。好，是这样捏就感受到了。我替你吃啊，我替你吃。然后它其实它的这个只有糯米、黄豆、冰糖和水，所以就是这种小吃，平时就是我们快过年了嘛，过年自己买回家去哈。喝点这个水。嗯，好。这也是我们当地的水。嗯，真好喝。好，然后这是贵州的水是吗？嗯，非常的好。然后我觉得预言来了，我们就可以多给大家炸几波福利，是，对吧？预言能来了，我们就给预言粉丝多来几波福利，越多越好，好不好？ Okay. 越多越少越好。我们再给粉丝来波福利吧，好不好？什么福利？你好不容易来一趟，然后我们又是助力贵州，我们就大家这么多人支持我们，对吧？我们就给大家把福利再上一波。先发一波抽奖啊，右上角抽奖。抽奖，抽什么奖？嗯，给大家发幸运星的抽奖。然后我们抽奖抽的是什么？来告诉大家。抽奖抽的是我们这个红茶。来，对，送的啊，就是抽奖免费送，可以，就可以送它。右上方去参与。右上方。对，宝宝们，预言的宝宝们，我们右上方啊，一会儿就开奖，大家可以去多多参与，好不好？好，大家多多的参与。这儿，对，这儿。来，上一波正价。上一波这个是吗？上一波正价。好嘞，来吧，来宝宝们，这个啊，一会儿就开奖了，大家多多参与啊，右上角，那多多参与。然后接下来我们就上一个这个，这个是南山婆的这个酸干，是不是大家没有买够？嗯，对呀、啊，都没有买够。我跟你，因为今天是那种是贵州所有的这些产品都是赔钱买，对，
对，赔钱赚福利的。做刚才确实是赔了一千块钱，就是赔钱。这个来一波正价给我们品尝一下，很多人没有的抢到嘛。好，那我们如果大家刚才没有买到的朋友们，然后可以再买一下这个，那就是没有办法给那么便宜的钱了，肯定不能赔钱的，所以就从现在上一下是吧？嗯，就是这个其实也是要赔钱卖的，我们平时啊，这也赔钱，就是基本上就是出厂价。哦，我看到了，我看到零售价格38块钱，对，基本上就是出厂价。然后，但是你看啊，我们今天的价格是这个价格，然后而且三桶，啊，三桶，三桶的价格，那是多少钱三桶啊？三桶，来，你先给大家展示一下三桶啊，我们三桶价格。它有酸辣味儿是吧？对啊，这个是酸辣，这个是酸汤粉，对，它有酸辣味儿，然后这个是不同味道的。酸辣味儿，麻辣味儿，对，酸辣味儿，麻辣味儿的。然后我们是三桶，平时是38块4，然后我们今天也给到粉丝福利，就是，然后还有这个一共这样三桶啊，三桶。你知道它的这个南山坡，它本身它是所有的那个酸，它是没有那种任何配料的添加剂的，它都是高山小番茄，哦，发酵出来的酸，真的假的？对，那就是这是很健康呀，非常健康，而且非常的工序非常的繁琐，还做的好用心啊，对，做的非常用心，所以我们给粉丝来一波这个，好吧？好的，给粉丝来一波这个三桶，然后你来倒计时。我来倒计时，好不好？好，来，那我们这次是倒十个数还是倒五个数？来，倒五个数就可以了，不让大家等太久，好吧？好，那我们倒十个数吧，等久一些是吧？你说的算，你说的算，来吧，那我们倒五个数，五、四、三、二、一，好，念出来给他们的价格，啊，19.9，19.9，来上车，以上，19.9，19.9啊，来。呼吁大家赶紧抢一下，19.9，三个就是预言面前的，哎呦，差点打到你，真的。预言面前的这三个啊，三个这个酸汤粉儿。赶紧，我的天哪，拼手速，拼手速啊！拼手速啊！拼手速的时间到了，预言面前的这个三个酸汤粉儿，还有383，拼手速，拼手速，赶紧抢！你看下面卖的好不好？来，就到手的可不是我面前的，是仓库里的。到手的是他面前的这个样子，指不定有哪一罐是他手上的，对，红的，对吧？指不定是哪一罐，来，你摸碰一下他，等一下这个我就带回家了，碰一下他，对，这个样品等一下我就带回家了，等一下，吹一口气，来，被我摸到了，哎呦，太多人喜欢预言了，然后我们来一个礼盒的好吗？好，来，我们来一个礼盒的。你说喝点水，喝点水。哎，没事了，很辛苦是不是？刚才有很多人说了三四个小时。姐姐，你歇一会儿吧，怎么样？我真的都没有喝水，而且没上厕所。看到大家强迫你喝水，对，强迫我喝水是吗？我愿意可以跟他们聊一聊，他们都是你粉丝，现在直播间全部都是你粉丝。其实是这样的，你一来就上10万。其实是这样的，我跟你说，没关系的，你不用想着我要推荐这些，你可以跟他们互动一下。对，就大家其实都很喜欢你，都想在这个时间。那我们把这个推荐完，然后跟大家互动一下。可以啊，因为我知道这是一个很厉害的东西。嗯，看出来了是吧？我知道，我知道这个东西。你知道这个是吧？我知道。哇塞，可以呀、啊！你知道这个东西，我跟你说，这个东西很养生嘛，很养生。看，给大家看一下这个，给大家看一下这个，这是一个很名贵的一个药材。对，大方天麻，对，比较适合送礼。其实我感觉这个送礼就是非常有牌面的，对，而且适合就过年啊送长辈啊这种的，就是比较养生的东西嘛。对，然后我们打开看一下它里面吧。打开，让我们来看一看，看一下它的庐山真面目。哇塞，怎么了？哇塞！来，你看一下，哇塞，金光！哎，你快给我看一下。哦，是这样的，就是听说过，但我不知道它长什么样，因为太名贵了，我可能不配见到它。没有感，是不是像这种的就很华贵？对，一看就是说要用心做一下这个。这个真的是，其实我们一些年轻人可以买给老人，嗯，就是快过年了，真是一个很好的回馈，就是给老人一点温暖，给他们送一些孝心。这个我还真的不知道要怎么做，怎么使用。这个天麻是这样的，天麻就是也是一种属于营养方面的一些品。然后因为一顿就好。对，因为它这个叫大方天麻，就
就是大方天麻，它是一个中国天麻之乡。大方就是中国的一个天麻之乡，它是因为就是它的环境特别适宜生长这个天麻啊，因为它的那个土壤里含有那个硒呀、啊、这些等这些什么的，这是乱七八糟那些微量元素吧，对，所以就非常适合就是送给我们的长辈、嗯、就是长辈我们的妈妈呀，工作比较忙的，压力比较大的，应酬比较多的、嗯、这种类型，是，然后也是天麻之乡，就是天麻之乡出产的这个，而且你知道身体倍儿棒，对，而且你看啊，它的这个地方写的是乌天麻，乌天麻其实还是跟别人不太，别人别的天麻，因为它有什么别人的天麻，对吧？预言的天麻跟别人的天麻可不是一个天麻呀。对，然后对，这个就是你的天麻，你推荐的天麻，预言推荐的天麻，还有别人推荐的天麻，今天推荐你们买预言推荐的天麻，是吧？然后因为有红天麻、白天麻啥的，嗯，就乌天麻好像是最好的，最好的一种天麻。对，这个最好的就被我们拿到手了吗？对啊，因为你值得拥有推荐最好的这个权利，好吧？然后我们把本场最那啥的，镇店之宝，对吧？对，镇店之宝，然后所以这是我们全场推荐的最名贵的，对对对对对，嗯，特别名贵的一个东西就放在你这里了，好吧？来，准备好了，来，我们后台准备好了啊！我跟你们说，我们买这个，你看，来，你拿这个，你告诉大家，有点重，有点重啊。拖一下，来，因为我要帮你拖别的了。哎妈，确实有点重，是吧？哎妈，你哪的人啊？啊，我是北京人。啊，你北京人？那你说东北话，哎妈，因为我东北人。来，我们再给大家，你买一个这个，买一个预言手里拿的，然后再送一个花爷手里拿的。这你送的这是什么？也是天麻。你是红天麻，我是黑天麻。啊，不是，你是黑乌天麻，我是红天麻。哦，就是你买一个你买一个乌天麻，我送一盒红天麻。马姐，你在说绕口令吗？对，所以我们的脑子要飞速的运转，你知道吧？红天麻、黑天麻、红天麻、黑天麻、乌天麻、乌天麻，对。然后是这样，就是你本身你要买一盒这个就要2000多块钱了，因为它确实是名贵，嗯，确实是很名贵的，大家都可以查，不是乱卖，就确实是名贵。然后但是今天在直播间2000都不到啊，是吧？1800都不要了，是不是？1800都不要了，而且上面原价不是写的是2000多吗？是2000多呀，是2000多，但是我们今天给到你的粉丝回馈的就是福利的价格了。福利的价格，而且也是我们贵州就是出就是贵州能够钱货出山，给到大家一个出厂价格。嗯，就是新鲜的摘过来完了之后，给大家一个出厂价格。对，就是这个意思。先给我们上一波。对，那咱先给大家上一波。好，那我们还是按你的常例倒计时。对，倒计时，你要跟大家说他是买一个这个，还送我一个这个。那就是买一赠一，然后是这个价钱。对，对的，来吧，五秒钟。来吧，那我们倒计时，嗯，倒计时5、4、3、2、1，链接已上，报价，报价1650，来16650，而且送一个，我们的点，对呀、啊，这真的好低啊，对呀、啊，我们的价值已经到2900多了，价值2980，现在1650，我等于我们便宜1000多块钱。嗯，对吧？送老人，然后送长辈，七大姑八大姨呀、啊，什么爷爷奶奶、姥姥姥爷、爸爸妈妈都可以吃、嗯、啊。回头你也可以给父母弄一点。我觉得我也得吃一点，我吃也不用你吃，我也得吃一点。这么年轻，最近工作比较多嘛，最近工作压力比较大，比较累是吧？就能补则补嘛，能补则补哈、嗯。但是你状态已经很好了。特别的美，对，我先吃，然后你再吃。幸运观众名单，这是对，这个是刚才给你抽的奖，给抽的奖啊，中了奖的宝宝有奖品了，是的，对，茶，对、啊，对的，对，然后中奖的宝宝要记得就是3天之内发地址，不然的话就会默认成没不然就是你放弃这个奖，对，弃奖，对的，不然你就是视为你放弃这个奖项喽，嗯，好吧。来，然后给他们再来杯这个吧，这个是今天全场太好了，相当受欢迎的。这个一会儿你要喝这个吗？对，这很好喝吗？哎呦，真的好喝！一会儿我、啊、来，这个我们拿掉。这个、工作人员都我喝的都喝完了，我喝的，刚才我喝了好多，刚才我喝了好多，这个真的很好喝。姐姐，你很辛苦，多喝点吧。真的很好喝，对，你看啊，这样的一箱，
然后你一共是九瓶，这是赤梨哦，九瓶，你要不要试一下？我380，这个是赤梨汁，对，赤梨汁，赤梨就是贵州的一个特色的野果哦，对，是贵州一个特色的野果，它是生长在这个云贵高原深处的一个赤梨鲜果，哦、野生的、哦，但是也是一种梨。所以你可以尝一下，你介意喝这个吗？主要是维 C 含量相当多。没事，我介意。你其实你可以经常喝，因为它维 C 的含量特别高。我知道这个维 C 含量高。对，维 C 含量很高。大白梨的味道，大白梨汽水，好好喝，对吧？大白梨汽水的味道。因为我感觉一般的梨饮料都会比较甜一点，我们它这个不是、嗯，是吧？它就是我比较喜欢的口味，对，是酸甜的。我觉得这样，只要你说好喝，它就是好喝，我们直接上吧，好就是吧？不要默契。对，你说好喝，它就是好喝。不不对，我们预言说好喝就是好喝啊，我们就直接上掉，好不好？好，倒计时给大家上倒计时了。对对，然后我们今天返场了，这卖的很好的，他们很喜欢。我上来第一个卖的这个，然后你来，因为大家都感觉卖的不错，年轻人喜欢喝。对，然后我们今天是有直播机制，是九瓶送两瓶，九瓶送两瓶，那就是这个价格，然后十一瓶，对，十一瓶啊。然后我们就是平时的价格要50多块钱。今天你给大家开价、嗯、好吧，好，来我们直接给倒计时吧。好，那我继续倒计时啦。好，5 4 3 2 1，链接以上，报价赶紧抢，36.9，十一瓶，赶紧抢，吓死我了，哥哥嗓门比较大，对，做直播就是一惊一乍的、嗯、对，音乐怎么不走起，音乐、哎，对，我觉得你来太好了，你多说说吧，你可以让我歇一歇，其实你可以让我歇一歇。其实我私底下也是比较花多的人，嗯，对，也是你今天可以花多一点，是吧？那我帮我分担分担，那我跟大家聊聊天吧，嗯、怎么样？很好，嗯，我看一下，哎，来，我有点看不太清楚，嗯，对，可以让预言跟大家聊聊天啊。说好互动，我这不是来互动了吗？喝水，刚才已经喝过，刚才已经喝过水。你们可以听到我说话吗？因为我感觉这个麦的声音会比较小一些，因为会离得我比较远。可以听到，可以听到哈。嗯，唱歌的话怎么讲呢？因为今天没有拿我的小银色麦克风，所以如果要唱歌的话，就是只能这么清唱。我觉得我可能要用我的小银色麦克风才可以。哎我的妈呀，我感觉在锻炼腹肌一样，就是离着好远。嗯，咱们可以不要再说其他的歌了吗？好吗？那个歌我已经完全忘记要怎么唱了。啊，在这，谢谢谢谢谢谢，好贴心。哎，我放在这里就可以看到你们讲话了。对，我可以放在这里吗？可以啊，这样我可以看到你们讲话。你要清唱，那你们想听什么呢？哎，不行，这是直播，不能唱。吓死我吓死我，我马上就要发翻唱了，等一等吧，那个等月底的时候就要发翻唱了，大家等一等吧。什么？我没有链接，我这个人是不卖的，不好意思。嗓子没事，我就是前一段时间我因为我之前我做头发的时候很奇怪，因为旁边是一个就是会放烟的店，然后我就在那里做头发，然后那个烟就飘到了我做头发的店，然后那个时候我也没有办法染一半头发就走，然后就是嗓子就一直变成了这样，不知道为什么就没有好回来，可能过一段时间就好了吧。就是每一个人都会有他的一些小秘密，因为我这个人笑点可能比较特殊，会比较奇怪一些，可能我说的话大家觉得不好笑，但是我自己可能就会笑得很开心。我觉得就不要打听了好吗？你们真的好好奇啊，为什么我笑什么你们都那么好奇？
看看。哎，其实怎么讲呢，我这次我还是挺心虚的，就其实我也没怎么练，然后我也不知道我会玩的英雄也就只有那么几个，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我只能是回家恶补一下。因为其实说实话最近工作会比较多一些，然后可能需要考虑的东西也比较多，就没有时间去练习，我会回家好好练习的，就争取最近有啊，有好好吃饭，我最近还吃的挺多的，不知道有没有变胖。想看宠物 vlog， 最近会发不一样的 vlog 吧，但是都是工作类型的。刚开学，可以对你说开学顺利吗？好啊，开学顺利。哎，开学了。刚放假。不是刚放假吗？对。为什么你开学了？你，对啊，这个时间是开学的时间吗？放假的时间。没有这种奇奇怪怪的要求啊，你可以去找别人叫你宝贝。梨汁是酸甜的，就是它甜不是很甜，酸也不是很酸，就是可以接受的那种，可以接受那种，我也在说废话，对不起，就是可以接受那种程度。它是属于那种有一种大白梨的味道，然后不会有那种气泡水很冲的味道，不是那种二氧化碳加很多的气泡水，就是它还是比较柔和一点的。好久没发自拍了，自拍会发的，会发的，会发的，肯定有一天会发的，你肯定会等到那一天的。什么取名字啊？顾博士让我给他取名字，我怎么不知道？怎么你们知道的事情我都不知道呢？什么时候准备去滑雪？应该过一段时间吧，很快了。利用这一段时间把雪滑掉，因为其实上一次我滑的还是真的是不够过瘾的，因为那一次我没有办法，我只能是看着别人，然后在后面咬后槽牙的那种感觉。然后这一次就是好多了以后就可以自己去滑，虽然我滑的不是很好，但是我觉得我可以尝试一些比较不一样的东西，我觉得我对我自己还是有一点自信的。什么你在评论什么奇奇怪怪的东西？我来了，姐姐你来了，你休息好了？我去上了个厕所，承蒙你的关照。你看他们去上了个厕所，他们给我们弄了一个聊的咋样的东西啊？哎，为什么这个东西我自己播的时候没有这个待遇呢？那啊，这个是为什么？我不是挑事的人，姐姐。好，你值得拥有还是啊？你值得拥有。咋样聊的？给你安排两台呗。聊了一些日常，聊了一些日常是吧？让大家活动，就是稍微休息一下手指。让大家稍微的就是头脑清醒一点，然后清醒了，清醒过后再来抢我们的好物是吧？对的。对，那我们接着给大家上点好货好不好啊？什么好货呢？杠杠的行不行？红红火火的，来个红火礼盒，快过年了，红红火火的红火礼盒，来个红火礼盒。等一下，红火火的红火礼盒。对，来这个，你看红火火吗？红，真红，贵州普安，来。这个你看一下，茶，这个里面是哦茶，茶，就是因为贵州一个是酒，一个是茶，这个是什么茶？里面是什么？看一下啊，类别的茶，你看一下。这是个来红茶，红茶，红红火火的红茶。哇塞，预言这儿开始播的都是有牌面的东西啊，古树茶之乡啊。对，你看看，给你安排的都是有牌面的东西，把这个揭开。当当当当！哇塞，几包啊？这一共红红火火的，我看一下，它应该是30包，30。这一个里应该是10个，10小包。你拿一个给拿一个出来。
给塞回去。你拿着给大家看一下，这一包就是这一包，对，这一包就是一次的量。对，一包一次，一包冲一次，就是它这种很适合送礼。其实女孩子喝红茶还是非常好的。对，我就很喜欢喝红茶。嗯，对，红茶白茶其实我都挺喜欢喝的。然后它这个就是独立包装的，就是金牛。这个颜色好显白，今天我们直播间的颜色。你本来就白，都是。然后再对，然后直播间的颜色红色比较衬你，是吧？谢谢。白红色比较衬你，看了吗？行，来，我们这个也是，我们这个红茶有30个独立的包装，嗯，这种独立的小杯塞不进去了。这就其实外带什么的都很方便了。对，主要就是过年了，送礼绝对的好选，嗯，而且就是平时我们的价格也不便宜，但是今天对吧？今天的价格就很划算，所以送礼也有排面，嗯，送礼绝对有面。这种送礼，你想想，我们送给亲朋好友，一打开，对吧？里面还有一个这个。还有一个封层，哎妈呀！我总拽你头发。没事没事没事，还有一个，反正也不是我的。你怎么那么吓人呢？说的。没有，接的头发，接的头发。哦，接的头发，嗯，来。就这一个红火的礼盒啊，红火礼盒，然后它是正山堂普安的，嗯嗯，红火礼盒，普安就是专门是生产茶叶的，茶就很出名。对，普安市，那应该会有很多的茶田吧，好看的。对呀，就是有很多的这种茶山。就是它的这个茶叶采摘的年份，然后还有茶叶的级别都是特级的，哦，对，都是特级的。然后茶叶产区就是贵州的这个普安的话呢，它就是有一个 title 叫中国古茶树之乡，哦，就中国古茶树之乡，它就是这个普安的这种茶就非常的有名气，嗯，而且呢，就是我们正山堂的这个品牌是助力贵州普安经济发展的，嗯，也是一个就是扶贫的一个产品，嗯，对，嗯，所以今天我们给它带过来，然后在你的这个直播，在你此刻的这个直播间里呈现，对，然后由你来推荐它，就是一个比较有意义的。因为它是也是一个扶贫的产品嘛，嗯，对，然后它的整个的汤色就是泡茶出来的颜色就是金黄比较透明的那种，嗯，因为其实这一次我去厦门那边嘛，也了解了一些冲茶的一些方式，啊，对，嗯，因为这个茶最好是在85度然后到100度的时候用这样的水温的，嗯，这样水温的这些水然后去冲这个茶是最好的，对对对，而且它这个冲泡方式就是8到10泡，对，8到10泡。然后主要就是这个茶，基本上喝它的也都是就是中年人比较喜欢喝它。然后切记就是孕妇和儿童不能喝，孕妇儿童不可以喝。对，孕妇和儿童不能喝。来，我们这样吧，我们直接咱们给我们预言的粉丝和快手的老铁们来一波，好吧？好的，来一波福利啊，来一波福利，来吧，我们直接。我们直接上一下啊！我们直接上一下，来运营。好，我们上一下链接。对，我们准备一下啊，准备一下。来，我们准备一下速度，快一点，速度。咱们准备一下，休息一会儿，睡一会儿。啊，对，是想让我们休息一会儿是吧？是想让我们休息一会儿，对不对？闭会儿眼。来，所有宝宝啊！做好准备，马上开炸！我们这个红茶，这一款真的相当的高尚红茶。对，我们的后台准备一下啊，后台准备好了，准备好了吗？来，准备好了。哎，这个还有赠品是不是？对的，是这个价值200块钱，这个。我的妈，就这一个是吗？直接送了。我的天，直接送，这是也是因为预言来了吗？是的，是因为预言来了吗？是的，这个也是茶，它是普安红茶。还红茶，送一个这个，那我们整个的价值是458元。那今天在直播间两样，就是一个茶礼盒，对，基本上是5折。来，倒计时啊，来，五、到四、三、二、一，放假，链接已上，放假。为什么每次都有这个歌曲啊？239米。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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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直播战歌，对吧？哦，好的，好的，好的。来，那个中奖的宝宝，那个奖品已经开了啊！大家3天之内给到中奖地址，是的，3天之内给到中奖地址。如果3天之内没有给到，我们就是自动放弃啊，自动弃奖了啊！来，这个红茶赶紧开张，239，天哪，买一送一，买一盒这个，买一盒这个送一盒这个，
很给力的啊，买盒红红火火的红茶，送一盒金光闪闪的金光黄茶，黄黄红茶，黄罐红茶，金光闪闪的黄罐红茶，对对对对对，来，因为它是就是扶贫的嘛，它都是这个都是扶贫的扶贫的产品，嗯，所以非常有意义啊，非常的有意义，哇塞哇塞，这么多人看你十万加了，我们十万加了。真的是可以的，来，我们十万加的闯关了已经啊，来，我们下一个，下一个，来一个啊，对，年轻人，这个小美女我告诉你，这个肯定是你的粉丝都喜欢吃的东西。这个是什么呢？这个叫猕猴桃糕，就是用猕猴桃，我很喜欢吃猕猴桃，对吧？猕猴桃做的这种猕猴桃的糕点，来，你看一下它的这个产品，可以打开吗？可以啊，你随意啊，今天你说了算，你主场啊，来吧。你随意来打开看一下，打开看一下，然后我们今天是，你看一下，我看一下，是这样的哦，我知道了，我要吃一个是吧？对，我想吃一个，我也要吃一个。既然你打开了，我就借你的光吃一个。哦，好好吃，我尝一个，这个好好吃，嗯，这是纯正的猕猴桃，酸酸甜甜的，嗯，是吧？酸酸甜甜的，因为猕猴桃它本身就是有 VC 嘛 ，VC 含量、营养含量很高。然后呢，它也是它的这个猕猴桃，红心猕猴桃，哦，红心猕猴桃，对，红心猕猴桃是好奢侈啊，做成这个，生长在就是1200米的云贵高原上，猕猴桃，然后是，做的东西都好实诚啊，对呀、就是很好，真的是很好，而且今天我们的价格也肯定是给力的，因为我们助力钱货出山，所有的价格都是工厂直出的，嗯。所有的价格都是工厂直出，所以价格不用担心。预言也在这儿呢，对吧？给大家推荐的就是好吃的，好吃的，然后并且性价比高的，好吃是吧？连续吃好几个了，你看看，我们的小女神连续吃好几个了，确实挺好吃的。我也再吃一个，这个真的就是过年，平时你在家嗑瓜子儿，整两个猕猴桃的糕。小孩也能吃，因为大家可能是不太知道这种红心猕猴桃糕吃起来是什么感觉，我大概给大家品尝了一下，给大家描述一下，其实它跟山楂糕会差不多，但是要比山楂糕更好吃一点。嗯，对，没有山楂糕那么酸。对，再来一个，这真的挺好吃的。再来一个，我预言已经吃五个了吧？你这么吃五个了？因为我就觉得反正这袋开了，拿走。都拿走，这里面还挺多的。嗯，来吧，那我们直接告诉大家多少钱，我们给大家开一下吧，好吧？运营准备好了吗？好的，准备好了。运营准备好了，然后我们的五袋价格五袋行吗？五袋够不够？五袋是这样，我们买五袋本身就是一个优惠的价格了。我们平时的话，五袋的是89块钱五袋，那我们再送一袋吧。89块钱五袋，不只要送一袋，你还得给大家优惠的价格，对吧？嗯，来吧。我们预言给大家优惠的价格，五袋送一袋，也就是说一共是到手六袋，是吧？到手六袋，到手六袋，来吧，来吧，倒计时吧，来，五、四、三、二、一，来吧，告诉大家多少钱？告诉大家多少钱？那就相当于到手是六袋。下方链接闭眼讲。49米，哎，是我们之前是89五袋，然后现在是49六袋，那相当于每袋。八块，每袋八块3毛钱，嗯，八块多，每袋8块3毛钱，真的很好吃。我再拆一袋给你们看一下，因为主要是这里面真的有很多。对，你看就是有很多，你怎么知道我要到呢？有很多，就是有很多。对，就是里面真的很多这种，你知道吗？真的是，来，因为我因为按道理来讲的话，我之前吃的山楂糕里面可能就只有几个，对对对，3-4个哈，但是这个真的挺多的，对，来可以打麻将了，感觉。对，都是你的了，真的很好吃。然后它是那种甜而不腻，然后酸而不涩的感觉，嗯，是吧？是，就是真的是很好吃。你看他在这坐着都吃六个了。哎，你们不是对吃很有讲究吗？但啊，这种是可以吃的是吗？你们不会管这个里面管制你们吃什么吗？我其实我个人倒还好，我还长身体呢，哦，我是个孩子。啊，你长身体了、啊，好，还长身体呢。哎呀，我也长身体了，我也长身体了。其实这种水果类的就还好吧，我觉得。
而且还有就是它是猕猴桃的，猕猴桃它本身就是一个健康的产品，而且我健康，而且我是感觉吃水果就还好，吃水果就觉得没有那么那什么，主要是里面还有维 C， 我吃可能还会变白呢，还会变白，对，皮肤还会变好，是吧？嗯，说着说着就再吃一个，借你光，借你光再吃了一个啊，来吧，让我们赶紧去抢啊！哎呦，我的妈呀，他卖多少了？卖那么多了。可以，好嘞，宝宝们赶紧去抢啊！过了这村没有这个店了。还有别的颜色，这上面只推荐一次，一个别的颜色呢。嗯，然后我们这个也只是在今天上，我们确实是这个产品这个价格，因为你想想多少猕猴桃，这个干儿，对，它得糟践多少猕猴桃？对呀、啊，就是这意思，它得糟践多少猕猴桃？都是那个，而且不要这样子，我们为了感谢，我们再抽这个。好嘞，这个直接抽奖免费送。我的天哪，这个是吗？对，茅台看看。你真的是把一切好的都给了预言，我的天！回馈预言的粉丝，真的是回馈你的粉丝。这里面茅台知道不？可是里面还有茅台，现在就是茅台呀、啊。对，免费送，抽奖送啊！来吧，免费，来吧，但是我们不能送太多啊。嗯，来吧，数量有限，看谁有这个幸运，好不好？来，我们看一下这里都是啥，你给大家展贵州茅台吗？你给大家展示一下呗。贵州茅台，这是，哦，这个是四个，哦，蜂蜜还有茶，对吧？这边是奶花蜂蜜，这边是茶，然后中间是，而且这个不用买，这是送的。哎，粉丝让你多吃点，你放心吧，那几兜全是他的。我直接就一会儿直接自己也下单，对，助力一下。对，放心吧，全是他的，拿走啊，拿走，别忘了拿走，吃你的猕猴桃，这个。我们今天送免费抽奖，免费、啊、免费抽给你的粉丝。那谁可以抽到这个奖呢？大家参与的人都有机会，举手数。参与的人都有机会，好不好？来吧，那我们可以抽几份呢？五份，五份只抽五份是吧？因为它的价值真的很高，太划算了，价值很高。好，那我们就抽五份。对，好，这个倒计时我就马上发出去了。来，你来倒计时五秒钟。好，那我们倒计时五秒钟。倒计时，有的人问怎么抽啊？等下我发出来啊，然后右上角会有一个。稍等一下，右上角幸运星参与，好不好？这里是吧？ 对，右上角。哎，对，来，倒计时，五、四、三、二、一，已经发出，赶紧抢！哎呀，又给人家吓到了、啊、这 DJ 怎么音乐不跟唱来啊，赶紧抢啊，两盒点击上面右上角的这个幸运星啊，这个看见了吗？这个点击它，然后去参与抽奖就 OK 了啊。这个是预言，抽中的一定要把地址发过来哦。对，这个是预言送给我们的两个红茶，一个酒，两个蜂蜜，简直了，这个我也想要。那怎么办？可是你的想要，都想把账号拿走。工作人员不给参与。这套要，对，我们不给参与，真的是了。来吧，真的是非常好的啊！来，我们这个一会儿就开奖了，看哪个幸运儿可以中到啊！来，拿走吧，看哪个幸运儿可以中到，拿走。我的妈呀！这个要加入粉丝团哦，那个参与那个。我也设置加粉丝团，加对，然后我们是要加入粉丝团啊，才能参与我们右上角的这个抽奖，是的，一定要加入粉丝团，老铁们、宝宝们一定要记得加入粉丝团才 OK 啊。对，也设置了粉丝团的啊，赶紧加入粉丝团。对，赶紧加入粉丝团，我们已经设置了，所以你们也要赶紧迅速的加入粉丝团，才有机会抽到啊，不然都没有机会抽到了啊，来吧，我们再来下一个吧。好的，那我们刚才喝了那么多的，好香，好好闻。我们刚才吃了那么多红心猕猴桃的果糕、嗯、然后我们现在来喝点红心猕猴桃的果汁。红心猕猴桃，嘴瓢怎么办呀？我今天咋回事？来吧，疯狂嘴瓢。来吧，来，哎呀，一大箱，挡我不挡你。来吧，给大家介绍一下，看一下啊、哦、我看这里面有几个。哎，又是有好多一堆，又是有好多。这个，我的天哪，下面还有一层，下面还有一层，我们直接看吧。哦，这是十二罐。来，我跟你说，直播卖吃的就是这样，我不停的吃。有些人问你不饿吗？你已经一天没吃饭了，我饿个啥？哎呦妈，分一个，来，想吃是吧？来，想喝是不是？来，眼馋很久。我帮你把你指甲断了。指甲不行，对，我们的指甲都不行，我们是柔弱的。来。来吧，我的指甲柔弱，但我并不柔弱。来，再打开一个，然后我们看一下，让预言尝一下，好喝不？啥味道、嗯？好喝。
啥味道的？其实跟那个，它跟那个红蜜桃、红心蜜桃。红心猕猴桃果糕其实是一个味道，对，是完全一样的味道，但只是就是一个是液体，一个是固体。哎，对，还挺好喝的。对，挺好喝的。然后这个果汁含量20%，一瓶是238毫升，啊，一瓶，很好喝啊。很好喝。然后呢，我们平时这12瓶这一箱的话，你平时这一箱送礼也行，自己喝也行，快过年了是吧，快过年了，这一箱啊送礼也有排面，自己喝呢又便宜，酸酸甜甜，对啊，自己喝又便宜，哦，是这样，是这样扣的，自己喝又便宜，然后送礼也有排面，确实是可以的。然后我们可以多存一点，在家里多存一点，因为猕猴桃汁本来就是男女老少都可以吃，孩子喝也是对身体很好的。我还在放在冰箱里，或者拿一点冰块应该会很好喝。对，可以就是放在冰箱里冰一下嘛。对对 对, 对吧？味道非常好啊！来吧，这很沉，真的很沉，真的很沉，质量真是相当哇塞。来，很沉。我们这样啊，我们预言给大家再上一个这个，好不好？好，预言给大家一个。福利价，今天也是我们钱货出山的一个公益直播，所以这些品都是出厂价给到大家。那我们原价是多少呢？我们这一盒平时的原价是零售价，平时的零售价是，如果就是平时正常的零售价198，如果我们做活动的话也要在130多块钱，140块钱左右。对，那今天给到大家还是不过百，好吧，来吧，不过百的价格给到你们啊，只有在预言的现在的直播间里。然后今天预言助力我们的这个贵州公益的直播，然后给大家带来好物啊，给大家带来很好的，真的是很好的。而且它这个本身它就是中国野生猕猴桃之乡，是的，对，生长它基本六盘水就是这个非常美，对，而且他们那儿生产的猕猴桃，你这一瓶等于一个半的红心猕猴桃，就一瓶榨出来的是一个半的红心猕猴桃，那每天就正常可以补充维 C 了，对呀，对呀，低卡零脂的，非常好的。来，我们倒计时一下啊，倒计时了，来，预言接着给我们倒计时好不好？来，5、4、3、2、1，上架多少钱？报出来，以上。上架69，好，69米，来，69米，12罐，69米啊，12罐，真的是很划算了。平时没有这个价格，而且买一箱猕猴桃，我们给到你的粉丝回馈啊，给到预言的粉丝回馈，买一箱猕猴桃赠猕猴桃果干3包。哦，还果干，然后你这3包果干加一起就有40多块钱，49块钱的价值了。所以相当于花了69块钱。对呀、啊。然后我们，你买了200块钱的东西吗？买了200多块钱的东西吗？价值200多块钱的东西吗？就是很值得，很值得。所以像这种东西，大家就赶紧囤。对，对吧？送礼，你看送礼杠杠的，咋样？送礼也很好，来吧。非常棒。来，送礼也很棒。送礼也很棒，来，我们预言这边啊，来等一个很大的仪式。我们预言这边有一个很大的一个，也不是什么叫很大的仪式，有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仪式啊，来，我们是这样的预言啊，受主办单位委托呢，我们就有请贵州省北京就业创业服务中心主任毛光健，授予艺人预言生态前月喜迎新春多彩贵州年货节贵州助农公益大使的称号啊，来颁发一下证书。看一下你金光闪闪的，哇塞，受预言女士这个生态前运喜迎新春多彩贵州年货节助农公益大使，真的是预言，真的这次真的非常感谢你，这次直播非常的有意义，对，非常的有意义，能够助力我们这个贵州的这个钱货出山啊，一定要收好，而且还有就是你一定要抽时间去趟贵州。好的，一定会的。就是、贵州太美了，因为我也是，我前两天去，就是我们去就是实地考察，然后也没有怎么玩，也没有旅游，就是去了这些地方的工作。
工厂，然后看他们一些生产的一些东西，对，非常深入的到他们的工厂里面去溯源，对，是有一个这样的活动。然后其实之后我也是要去黄果树瀑布呀，什么千户苗寨打一下卡，我跟你说一定要去千户苗寨，还有那个荔波小七孔，超级美，有时间一定去打卡，对，来吧。我们再来一波，再给粉丝来一个啊，这个真的是很好，因为刚才没有库存了，我们又新调的库存，来把这个帮我拿开，又新调的库存，然后让预言给大家来一波这个福利啊，来吧，太好看了，来就这个我们刚才卖爆的一个，卖爆，刚才没有库存了，真的很好，对，刚才没有库存了，你还记得它吗？就是送的那个吗？不是吗？对，哦，不是，这是紫孔雀。哎，对，这个这也是一个牌子的嘛，一个牌子的。当时抽奖我们送了一个这个，抽奖的也送了一个这个，但是送的是小盒子。是的，对。然后这个是礼盒装的，然后它都是这样独立的包装嘛，哦，都是这种独立的，对，很好，它叫共美礼盒。然后最主要的就是它的价值很大。它价值，它就是原价打完折之后还是1080，对，但是今天就是紫孔雀给到我们，本来一开始是限量的，然后我们都卖没了，就是你的粉丝很给力，呼吁大家，这个呼吁的效果很给力啊，所以我们卖没了之后又申请的，刚刚申请到也只有500单。因为它的价值很大，价值是1080，但是我们今天直播间的价格真的很好。那是多少钱呢？来吧，直播间的价格，宝宝们，我跟你们说，你可以呼吁他们一下，就是这个盒送礼也 OK。哦，送礼也可以。你看，可以送礼，绝对有牌面。看，给大家这样展示一下，绝对有牌面，送礼，对不对？送礼，爱喝茶的，对，家长们。那基本上，我们的父母都爱喝茶，对，就他们基本上都是。一般我的家长也是，就是每一次都要拿一个茶杯在旁边，干嘛都要拿一个茶杯。嗯。对啊，就是他们也很喜欢喝茶，所以送给他们这种，送给亲朋好友，就是家人都可以，这个拿出去送礼也很有牌面的。是快过春节。对，快过春节了，比如说送给朋友啊，然后送给一些老师，就孩子的老师，对吧？送一个今天我们直播间的时间到。你要走，对，你要是走街坊，对，做一个福利吧，好吧？这个就给大家一波福利，虽然它的价值1080，但是我们今天给大家一个低价，好吧？来，但是我们数量有限，我们只上200单吧，200单啊，我们要过来几百单，不是说500单，要过来500单，那我们要过来500单就上500单，好吧？好，来，我们上500单，只上500单啊！来，预言倒计时，我们买一个这个，还送5包单茶包，价值是1080，今天在直播间开价哦。来，我们直接倒计时5秒钟，倒计时来，5、4、3、2、1，链接已上，上吧，多少钱？还送个礼袋，298，哎，298，你看你买到的是一大盒的这种，然后还有送礼有牌面啊，有一个20罐呢，对，20罐，一个这个袋子，然后一盒这个金碧辉煌，这个袋子可以给我打光了，我感觉都有。对呀、啊，就是真的是，对，这反光是吧？脸会变亮。对，哎，真的是，对，来吧，赶紧抢啊，赶紧抢，过了这个村就没有这个店了，我们只有500单，而且298这个价格绝了。确实是挺低的，是吧？而且关键是它的价值，但只会在咱们这种直播间里呈现到这种。因为对，预言要走了吗？啊，舍不得了。预言呢？我们这个预言今天的时间也是有限的，然后我们今天也给大家送了很多的这种好礼了，是不是？送了好多的这种好礼，好吧？来，这个真的是非常的好。预言本身是有事情的，但是我硬拉着他，必须得在这儿再跟我们粉丝唠一会儿。因为我觉得还有一个东西，是我目前为止我看到，但是我是在我的品类里看到的，但是我现在还没有摸到哪儿哪儿哪儿。你告诉我，我看看你稀罕啥。我因为我是一个很喜欢吃辣椒的人。哇塞！哎呀，哎。喜欢吃辣椒，这个太简单了。但是他没有让我看到这个辣椒，我非常的伤心。来吧，是哪个红辣椒吗？来吧，我只吃辣的辣椒。哎，你看这个咋样？这个吗？这个辣吗？我辣。哎呀哎呀，贵州那必须能吃辣呀。等一下，就可以现场 PK。哎呦我的妈呀！哎呦我的妈呀！来吧，来，有没有现场的男生愿意自告奋勇？
给我们美女开一罐辣酱的啊！开了，开开了，开了。给我们美女开，那不用了，人家开了。不用了。勺子呢？来，想品尝一下有没有什么勺子之类的。哇塞，你们那筷子，好香，它是那种咸香的味道。对。它本身就是像我这种资深吃辣椒的人，一闻就知道了，是不是？感觉到。来来来，拿筷子好不好？好，我都不用筷子吃辣椒，我从来都是用勺子吃辣椒。这么能吃辣，皮肤还那么好，真的。来一口吧，我们来一口，来一口，来一口，来一口。其实我也很能吃辣。真的假的？你能吃辣吗？能吃，很能吃。但是这也是辣椒，等下来这个。啊、哦，好嘞。如果那个觉得不辣，就来这个，这四个。好，那你一口我一口呗。行，没有问题。你来勺子来了，勺子来了，啊、勺子来了我们都用勺子吧，好吧？那既然有我们能吃辣的，我们就都要勺子，好吧？有勺子的话，那我们就不用筷子。来，筷子拿走，拿走，拿走，拿走啊！你一口，我一口。行，你一口，我一口。那来看谁能吃辣椒呗？咱俩把这一罐都吃了。我无所谓啊。好嘞，我哥这可是一勺啊，我是一勺，大家看一下，鉴定一下。那我先吃了。你应该来点什么？对，来，再比拼一下。这个 PK 了啊。那么，服了。吃白水呀、啊。口味等你吃。对，那我们试一下这个。这不行，这不辣。这不行，这确实不是很辣，但是它是香的那种。非常香。所以这个就是适合那种不太能吃辣，然后还得有点辣的。我跟大家推荐一下，其实这种辣椒适合拌饭，还有夹馍这种类型的。我再吃一口，你还吃不？这不辣，我要吃辣的。看这个，这四款，那你挑着你选。是真的不辣，不是，但是它很香，这很香，像吃零食一样，而且主要它这里面有花生。上了，嗯，那啥，上辣的。啊，上一波吧。上了，上一波吧。上了，不是。等一下，这个既然我们吃了，我们就来一波嘛。来一波，算了，吃都吃了，好不好？吃都吃了，不是，是这样的，这个虽然不是特别辣，但是也有辣味儿，但是然后也很香，是因为咱们吃了没有辣味儿，但是别人就不一样了。对，有可能我跟你说，我吃什么都没有辣味儿。我身边有好多人吃这种就觉得辣死。我知道，其实我觉得现场可以抽一位幸运观众，我感受一下辣不辣。你感受一下，你感受一下。我们现场有没有幸运观众？有没有幸运观众可以来吃一下这个辣椒到底辣不辣？对，来尝一下，尝一下啊，见证一下，因为咱俩太能吃辣了。普通吃辣族啊，我来告诉大家吃辣族，你再你入一下镜没关系，好吧？你入一下镜没关系。普通人吃这个辣椒太高光了。来，我来了，我来了。纯辣椒、没这么吃过，好吃，它是有点微咸的，确实是可以拌饭的，香的那种，怎么样？嗯，我想拌面条，好吃，对，好吃，辣吗？就是拌面条，拌面，你知道拌那什么，像做担担面那种啊？对对对对对，辣吗？辣吗？我吃是辣的，你们俩痛苦面积，你们俩行吗？你吃辣是吧？你看，就是有人，他不能太吃辣，所以他会觉得辣。可能是。然后你像咱俩太能吃辣了，知道吧？太能吃辣了，来吧，我们给大家秒一下吧。好，我们得给大家秒一下，秒一下。上了，上了，好不好？来，啊，一块钱呢？不是，19块钱。我的妈，吓死我了！来吧，宝宝们，来，这个平时我们三十八块五，今天在直播间啊。今天在预言的直播间，我们多彩贵州好物节的直播间，来上19.9块，行不？19.9块，19.9可以，可以吧？19块值不值？值吧。但是我觉得我还能再吃更辣的。你吃更辣的是可以的，给你吃更辣的。3罐啊，19.9三罐。对的。我的妈呀，19.9三罐。来预言的宝宝们，你们拍啊！傻子，对，我俩跟傻子一样，19.9三罐，真的，我们来19.9一罐。光棍吃辣椒，19.9一罐，然后觉得19.9一罐，你价格也还行，没想到三罐，赶紧去拍。对，19.9，手慢无啊，手慢无。19.9一罐怎么能在我们直播间出现这种价格？对，来吧，3罐啊！哎呀，来，你手机眼快，赶紧，对，手机眼快，真的是，来吧，哎，我们赶紧去抢啊！19.9，只在今天。只在今天啊，只在现在这个时候，来，我们再来一个辣的吧。这个包装太好看了。这个大家赶紧去拍，刚才那大家赶紧去拍啊。下一个啊，下一个来吧。这个辣你来试试。哎，这个是这颜色不一样，它肯定有不一样的辣度。你看啊，它是这样的，有油辣椒，然后有鲜辣酱，有牛肉酱，有鸡辣椒，四种。哪个最辣？四种，我觉得不然咱都拆开吧，好吧？
那我们都拆开试一下吧。都拆开，都拆开啊，都拆开！来，有没有现场想要帮助女神的帅哥来帮助拆一下啊？虽然我不是帅哥，我也帮你。来，你拆了就是帅哥，拆了就是帅哥。哎呦我的妈呀！你看我跟女汉子一样，这是我自己拆的。你尝尝，尝一下，闻一下，很好闻。你这个是什么味儿呢？它这个油辣椒，油辣椒，然后这个是鸡辣椒。油辣椒、鸡辣椒，然后其实闻就能发现它跟刚才的味道就是不一样的。你闻闻这个，这是菌菇的，这是菌类的，就带着菌的味道。哎，对，另外一个呢？少爷，我给你擦干净了。好嘞，这个是什么？来，哪个？来，这个是鸡辣椒，牛肉酱。嗯，这一闻就是牛肉酱。哇塞，我跟你说，预言的宝宝们，来新华社快看的老铁们，我跟你们说，再拿两个勺子。一会儿你们等着看这价格啊，四样啊，等着，不要走开，看我们给你们吃辣椒。再拿两个勺子。来，你看勺，现场直播吃辣椒，哎呦我的天，这么多，我们就俩就够了，干啥？像送99朵玫瑰的气势一样。干啥？来，你选。我个人，我们先从油辣椒开始，我们先从低级别开始，就看听起来，那就是从牛肉酱开始。行，听起来没有那么辣的。这个牛肉酱，你先来。我先来一口。我跟你说，我多亏是个能吃辣的主播，不然被你整疯了啊！我们来尝一口，这是一勺，够咸，不辣，我知道。我也来一个啊，是不不辣呀？嗯。这有点麻，这有一点点麻的感觉，但是它还是不辣的，嗯，对吧？麻香味会比较重一些，有点辣，有一点点，有一点点辣，辣辣辣辣辣，后劲辣辣辣辣。给你准备点水吧，赶紧给他。我喝水不是输了吗？我，那你现在就已经觉得辣了，你后面的程度你要没事儿。我不喝水，来吧，下一个。那我们下一个菌菇鲜辣酱，那就菌的吧。嗯。真的，尝一尝。我再来啊！哎，你看这里面还有一大朵这个菌呢，香菇。这个菌的辣酱里有那种大朵的香菇，然后大朵的这个菌的这个那啥，菌的这个蘑菇。这个不辣。他问我还好吗？你觉得我看起来像不好的吗？我现在吃的很开心。这个还行，这个没有很辣。它这个是有一点，就是除了蘑菇的味道的话，它比牛肉酱的稍微要更咸一点点，它会有点鲜味儿，跟牛肉酱不一样的地方，因为蘑菇本来就会有鲜味儿嘛。挺好闻的，不是挺好吃的，挺好闻的，有点串味儿了，搞掉一会儿串味儿了，我们再想想。还是很好吃的，鸡辣椒还是油辣椒呢？都行啊，鸡辣椒吧。好，那我们先试鸡辣椒。我觉得鸡辣椒可能会辣一点的感觉，听起来辣一点。但我觉得油辣椒挺香的。但是这个比刚才咱俩吃的那个都辣哈。对，刚才那个是香，这个是比刚才那个辣。我也吃到了肉。这里有鸡肉啊，哦，然后这里有蘑菇啊，这里有蘑菇，这里有鸡肉，这里有牛肉。好多粉丝在催链接，我先上着。你先上着吧，你先上着，我们先吃一会儿。先上链接好不好？你又开始了，因为还有一个，妈呀，还有一个味道，你看这个，等一下有个辣子鸡，等我来波辣子鸡。我的天哪，超好，来吧，我们先给粉丝们上了，有很多人催链接，我们先给大家上掉。我先把这吃了，你先把这吃了，预言先把这吃了，四个。我先尝尝这个辣椒啥味儿。跟你们说，宝宝们、老铁们，四个啊！我都饿死了。香辣牛肉酱，说这直播间现在飘的全是辣椒味。菌菇香辣酱。然后鸡辣椒和油辣椒四个，平时我们109，今天四个单个到手价17.4块。来，我们直接上链接啊，直接到手啊，已经上了是不是？对，来69.94瓶，69.94块四瓶。你吃了这个吗？油的？我吃了，我感觉这个很适合蘸饺子、蘸包子啊，是那种蘸馅儿辣椒油，对吧？对，饺子、包子、馅饼那种感觉，这个辣椒油。这个是就是嚼起来的话会稍微有一点点辣，比这哎呀这个辣，对，这个比这几个会稍微辣一点点。这个辣，我得喝水了，我没 PK 过你。
了，那你喝点水吧。喝猕猴桃，来一罐猕猴桃。赶紧的。烂了，嗯，烂了，我们就是。我发呀，姐姐你不行呀，你不行呀。皮鞭输了。这不是就这个。我没有对手啊。就坐里帮我把这个四个收一下。新鲜空运刚到，还是冰镇的。没嘛。不，冰镇的。我打开，你打不开，我帮你打。几个有几个？哎，这个太辣了，这个辣，油辣椒辣。对，油辣椒辣。油辣椒辣，然后另外三个我觉得都可以。你可以呀、啊，拿纸巾擦一下。我其实不辣，但是来喝，就是喜欢播这种吃的直播，知道吧？吃着吃着，播着播着就饱了，就各种美食，是不是？来，赶紧去抢啊！赶紧去抢，69.9，就是这个东西，你拌面也行，然后平时你炒菜也可以啊。然后、哦、对你煮点面往里啪一放，一炒这个就会。味道不一样，非常好味道，而且就是我们平时、来递一下，我们平时就是这个辣椒拌面啊，炒菜呀、啊，然后干吃或者蘸一些，就像你说的蘸饺子包子这种，嗯，很好吃，然后拌面特别好吃，刚才那个特别辣，油辣椒是辣的，大家买的时候记得一下，油辣椒是最辣的，油辣椒没关系，四个撕着。哎，没关系，我告诉你们啊，四个辣椒，四个辣的程度，这个辣吗？四个辣的程度，这是最辣的吗？这个不是最辣的，最辣油辣椒是最辣的，油辣椒你知道吗？就是我吃了一会儿，我告诉你，我该这个肚子，我不知道这个啊，一会儿是什么反应了。咱们幸运星还有一分钟开奖了，还没有参与的抓紧时间呢，点一波关注，加个粉丝团啊！加粉丝团才有机会中奖啊！来，这个是这个，我们刚才的那个四罐酱，辣酱，大家赶紧去拍啊！数量有限，赶紧去拍，四个辣，四个不同味道啊，四个不同程度的辣味啊！来，好吃吗？好吃，辣子鸡，这有点像就是鸡来头。我们预言这个自带。我们预言现在吃的就是这个辣子鸡，滚山鸡，你可以香香的吃。然后我告诉你，这个滚山鸡它都是这种土鸡散养的，你特别逗。我去到他们这个基地，我去了这个地方是我去溯源了。满地的鸡，我是问他们，我说为什么你们叫滚山鸡呀、啊？我说为什么叫滚山鸡？在山上滚。对，不是因为清远有走地鸡，贵州有滚山鸡。对，然后你听我说呀，他跟我说我们的鸡就是来回上下来回走，然后鸡每天都在健身，就相当于肌肉很。很紧实，然后他就说我们的人健身，我们的肉就紧实，鸡健身，鸡的肉也紧实。然后他说他们的鸡每天都在跳 disco， 他们的鸡每天都在跳 disco， 然后而且他们的鸡喝的是矿泉水，哇，喝矿泉水，对呀、啊，你看人家老母鸡比我活得都好，来你也喝一口吧，老母鸡活得比我都好，真的，我天天的还烧水喝呢，老母鸡喝矿泉水，真的，所以你们赶紧去抢这个，哎，幸运星已经开了，公布了。然后中奖的宝宝们一定要记得三天内把地址私信我们啊，不然的话我们就会视为弃奖喽。嗯，最好现在就发。对，不然的话我们就视为弃奖，最好是现在就发是最好的，大家不要忘记啊，来吧。然后预言我们吃的这个，大家刚才听到没有？我在讲滚山鸡，滚对，他说他们的鸡每天都在跳 disco， 真的是可以了。所以这个鸡肯定是很好的，散养土鸡，而且贵州辣子鸡是很出名的。嗯嗯，你尝了吗？你吃了吗？我吃了，好吃，我觉得还不错。我尝一口，有点像那种辣子鸡罐头。嗯，哎，它的鸡肉也很实诚。嗯，对，然后。它里面全是鸡肉，对啊，全是，给大家看一下，全都是鸡肉。它里面就是这种即食，哎，而且没有什么骨头，我刚才没有吃到骨头，无骨的，即食性的，我没吃过骨头。它的你看啊，它的这个名字就叫无骨的辣子鸡啊，无骨辣子鸡，我们给大家开一波啊，来给大家开一波。好，平时我们这里面多少罐？给大家看一下，平时我们这里面六罐的啊，1、2、3、4、5、6，6个。六个啊、嗯，我们之前卖99，6个，然后今天在直播间我们啊，80块钱、70块钱都不要，70块钱都不要，而且我们送给大家这个荞麦面和鸡蛋面二选一，可以拌面食。对呀、啊，就是你可以煮这个面，然后拌这个拌用这个辣椒，用这个辣子鸡去拌，很好吃的啊。然后我们直接运营准备好了没有？准备好了。来，运营
准备好了之后，我们要倒计时五秒钟上架，好吧？好，来，我们倒计时，五、四、三、二、一，来吧！链接以上，59.9米，行不行？59.9米给到你们啊，合着平均一个这样的五谷辣子鸡是9.9块一个，因为今天我们是公益直播。然后预言也在这儿一直助力我们这个公益直播啊，所以是非常辛苦的。然后呢，大家也给力一下，公益你我他，大家都参与一下，好不好？来，大家都参与一下。来吧，一起连下麦是吧？是雨儿姐，雨儿姐那边哈。是的。来吧，我们接下来，我和预言要跟我们快手的一个达人姐姐，她呢，我大概跟大家说一下。这位达人姐姐呢，她是中国歌剧舞剧院的歌手演唱家，然后呢也是我们女书的这个非遗的传承代表啊，非常的厉害，唱歌也非常的好听。我们现在跟她连一下麦吧。好的，跟她连一下麦，看她在不在。来，我们大家一起李雨儿啊。对，好，雨儿姐来了。我也看了，看不到，可以看一下，被电了，嘿嘿。被电了。来吧，雨儿姐，手机动一下，然后一起来助力这个贵州多彩年货节，好吧？太好了，好，太好了，我还去过贵州呢，所以对贵州还是非常有情感的哈，有印象的，所以很开心能够参加这次活动。对，特别感谢雨儿姐。然后雨儿姐，我大概跟大家说一下，也跟老铁们介绍一下，雨儿姐是雨花石的原唱，很厉害，然后是中国歌剧舞剧院的歌唱家、歌手、演员啊。然后呢，就是我们中国女书的这个宣传大使和非遗代表。非常的这个啊，过奖过奖，过奖过奖，非常感谢哈，这个新华社快看给到我这次机会，妈十万加了年，我的感觉瞬间感觉无比美好，我看到你们今天是年货节是吗？对，我们今天呢，大概一个主题呢，就是我们助力所有的一些就是贵州的一些好物，能够让它这个钱货出山，然后带给大家，因为贵州有很多很好的产品，它是没有说出贵州省的，还是在贵州省销量比较好，但是没有面向全国，所以我们当时去做了一些实地的考察和溯源，发现它的东西真的很好，所以我们就决定要助力贵州，一起把贵州的好物带出来。也给大家一些福利嘛，所以今天很多的产品我们都是，包括预言刚才跟我们推荐了很多贵州的好东西，都是真的是没有任何利润的，就是凭出厂的，对，就是为了让大家认识到贵州的品，就是为了让这个养在深闺人未识的这个好东西，让它走出深闺，走出贵州，让更多人来去看到它，尝到它，用到它，对不对？对，是的，雨儿姐。好，那今天就是这样子哈。其实我去过贵州，贵州的那个贵州的像黔东南啊，现在很多他们很多的好东西真的是很值得我们去，怎么说呢，原生态的东西值得我们去拥有的。然后我还知道贵州有那个侗族大哥啊，侗族大哥，哦哇，那都是非物质文化遗产，非遗嘛。因为我呢也是中国非遗女书文化宣传大使，所以我对这个贵州的这个非遗哈，这个是非常，我是非常喜欢的，还有他很多好吃的我都吃过，特别是辣椒。辣的死，你都不知道雨儿姐，刚才我跟预言在这 PK 吃辣椒呢。啊，真的吗？ PK 吃辣椒。但是你找错了，你应该找我来 PK， 我是湖南人。你瞅瞅，应该各种辣椒。对，哇塞，这辣椒怎么买？在现场，你要在现场，我们三个人一起 PK， 估计刚才 PK 也是我输了，估计你在还是我输。啊，对，预言是哪里人？我是北京人。啊，那你肯不用跟我 PK 了。我能吃辣椒，老师我不信。啊，真的吗？我非常能吃辣椒。那作为，如果说我要是吃辣椒输给你的话，那我湖南人的面子掉尽了，知道吗？你放心，绝对不可能。下次找机会我们 PK 一下，行不行？必须的。然后，雨儿姐这边呢，就是唱歌非常的，歌声非常的动听。对，所以我呢本来就是想让雨儿姐在今天这种场合，然后助力一下我们贵州的这个好物的这个年货节，可不可以？因为我自己啊，我自己就是邀请代表这个快手的老铁们，代表快手的老铁们邀请你为我们演唱你的这个代表作，真的是很好听，可不可以来一首你的代表作？这个可以哦。
这首歌是2010年在我的第一个专辑里面哈，当时我跟石头两个人一起唱的这首歌，十年大家只闻其声不见其人哈，终于感谢快手我有这样一个机会让大家认识到这个，哎呀，唱雨花是那个女的原来长这样啊，对，所以说是，所以说我今天呢就是让大家看看，唱雨花是这个女的就是这样子的啊，然后呢听一下现场，我把这首歌，这首12年前的这首歌带给所有亲爱的两边的直播间的家人们哈，希望大家依然像11年前第一次听到她那样喜欢这首歌，来，雨花是带给大家，来，好，来，在脸上轻轻揉，是对雨的爱，就像蓝的海，虽有万千语，不知怎么去表白。爱，你在哪儿？不知我们的这个贵州，这是我们这次贵州的年货节啊，让这次活祝这次活动一半的圆满成功，让我们养在深闺人未识的贵州的好东西能够走出贵州，走到我们每个人的身边。是对雨的就像蓝的海，虽有万千语，不知怎么去表白。爱，你在哪儿？爱，我看不见。深深地埋在泥土之中，你的影子已看不清，我还在寻觅当初你的笑容。我是一颗小小的石头，深深
唱完了，很抱歉哈，因为我今天只睡了三个小时，雨花石已经唱了三遍了。老师，快再给雨儿老师来点掌声啊！谢谢谢谢谢谢。我们是不是觉得雨儿老师唱得很好，对不对？真的，谢谢大家，很好啊。然后呢？很抱歉，我们的对我们的预言女神，预言女神，预言女神，你一会儿还有别的安排是不是？我们就可能就要你要下去了吗？谢谢老师给我带来了一首这么好听的歌曲，太好听了。对，然后作为今天我的一个返场一下呗，这个走之前咱返场一下呗。粉丝最喜欢这个。走之前咱跟雨儿老师一起返场一下呗。返场一下可以。哎，我跟你讲，此时此刻听了。听了好听的歌曲，就必须要在这此时此刻应该搂上几单。对，搂上几单，来，非常直接，咱干脆利落。来，圆圆，来，你我们，你知道吗？我们本身五袋，我们吃空了，就剩两袋了。但是我们是拿货是拿五袋的。然后圆圆老师也号召一下你的粉丝参与一下，星星给你们发出来啊，星星发出来，参与一下我们的贵州公益直播，然后公益你我他，大家都分享一下啊，大家都参与一下，加入粉丝，把直播间分享走一波哈，然后参与一下我们这个活动。来，这个怎么卖的？来，赶紧你裸咔可能弄起来呀、啊！赶紧来弄一下，我们今天连着也参与一下，鱼儿的鱼儿老师的粉丝也参与一下啊！加入粉丝团，加入粉丝来。平时我们五袋89块钱，今天我们直接不多说了，是粉丝的咱就抢，好吧？是助力贵州的咱就抢，然后不多，我们只上300单，来直接倒计时，我们每袋合着一个8.3块钱，8.3块3毛钱，红星猕猴桃的这个果里面是这样的。里面是这么多张单包装的果，非常的好吃，而且红心猕猴桃它是生长在海拔1200米的云贵高原，而且是红心猕猴桃做的，非常的好吃，孩子老人都可以吃啊。来，粉丝秒一波，全场 VC， 好好，我们直接倒计时，上了，直接倒计时，已经上了，来，已经上了49米，来49米，赶紧去抢啊！我跟你讲，三个数就可以了，300单，那不是1秒钟的事情，真的是一秒钟，没有了，来。没有了吧？那肯定没有了。对，已经上了，我们已经上了，有点延迟啊。有点延迟是不是？那家里面又那边哈，右边过去哈，去这个对面，秒上一单，才300单，我们这么多人呢，咔咔的就给他一搂就行了，搂就完了。来吧，行。来那个。我们300单啊，300单 OK 了吗 ？OK 了。你要跟粉丝。别走数秒数，捡漏赶紧捡漏啊！捡漏啊！捡漏，好，那去跟粉丝。预言女神，时间总是过得这么短暂，那么我们今天只能是到此结束啦。对，我们下次有机会，对，下次有机会再一起做公益，好不好？对，给大家发福利加。对对对，谢谢预言，谢谢预言，谢谢预言老师，谢谢预言。好，下次我们皮克吃辣椒，下次皮克吃辣椒哈，我不会输给你的啊。好，等着你，下次我们一起啊，一起再开始来跟你啊，好，拜拜，拜拜拜拜。